卡丘，那场比赛你非常精力充沛。What? No.Sounds apocalyptic. I'm in. Map. Chronology protection. 快一次把怪物变成这个样子，人就超肥。他开始被单杀两次。干他把他踢走，我刚刚为什么顿了？后面整个停住哎，干！不要了啦。太贪了，然后他继续走，我有办法救他，白痴哦！ The future can be rewritten. Taking a break, Ezreal.Museum. This belongs in my pocket.好哎、欸、It's not a vacation if I can't pick up a few souvenirs. 对，现在只有这种在自己附近的那种后劲。Time is an adventure if you know when to look. 这样子超级难防提摩哎、欸，超靠背的。Time to waste. 我要掉了，你确定你要再加入吗 ？I know where I'm going. When? Danger, mystery, forbidden knowledge.Just a normal day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verybody's lost but me. Here is 香菇. Oh, 飞中路. I'm centering.放弃攀升就好了，那个他已经死了，死到不能再死。直接退中路就好了，直冲。干你老师，背后干你啊！太贪了啦！快放放好了，放好了，放好了，放好了。我刚到底怎样？就是他拿魔盾，他已经进来拿魔盾直接上你。
他偏偏他一次就可以把你秒掉。是我刚往奇怪的地方偏移耶，我们就往另外一边闪啊。错变吧？可能。啊、不然没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、啊。我现在顶多帮你多出一个盾，多一个盾的，如果挡不住，那没办法。看他的装帐、欸，他的伤害都这么高啊！Give me the coordinates. 我把它给我。都不缺蓝吧？上面有眼哦。What's their position？ 哦，上面有人。还有炸那个。那个大兵，这边有一个大兵，这边有大兵，依他们来就好了。金哥是躲在消落头，有机会就可以开。好，可以开。有一个偷来的先知。他被雷子。来吧。所以就是这样，被定了就他就飞了。他翻阵营的。把它踢起来就好了。来，没有。判真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活过伊芙琳吗？真的都是直接秒杀。这样太惨了。疾风飞龙。没关系，不要打字了啦。就打了一个经验。没兵，我怎么会选择推这兵？
还有巴龙可以进。要两个啦，我超硬的。哎、欸，推他家就好了。他一开始，我怎么觉得他应该是换人玩啊？他一开始被单杀两次，然后后来超肥是不懂。应该太想杀吧。干，我怎么没有会死啊？还是我下路输太惨？我明明才死一次啊！下路输太惨。下路输太惨，是上路吧？你有病吗？我想说，我应该要有 S 啊。打抓国王。哎、欸，4胜5败，最后一场了。看来最近玩冰鸟就是有点可怕哦。为什么？那冰鸟怎么了？因为冰鸟带我们两个队友下去了，对吧？冰鸟变掉了。有他跟我说他玩冰鸟，我就把他变掉。哦哟，一个叫做夜宿清风寒，一个叫做嘎抓国王。记住了。看我等等也要变，全部把冰鸟变掉的，靠腰白痴哦、喔！他是问你那个冰鸟叫什么名字？一起，他自己说叫嘎抓国王的啊。他是问你冰鸟的名字，不会问你的名字啊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名字好像哦。天意色弱，我不要有个天就在那边很像。想问九，问 EO 就对了。说天意碎又跟天野风雨啊，你老爸跟你老妈 ID 很像，他留一公三角。我还是要变塔龙，干，这打野用这一只啊，特色角哎、欸。No cure for fools.ニコニコニー、あなたのハトにニコニコニー、笑顔を届ける矢沢ニコニコ。あ、ダメダメダメ。ニコニはみんなのもの。终于天亮了，二二二二赢了，给你钱，二二二。谢谢 GG 的50元。这两年好像都有点惨哎、欸，我记得我以前都有6胜4败。有啊，我帮赢啊！啊？柚子，你是想要揍我吗？哎、欸，伊泽瑞尔被抢了、欸，到了，我已经捡来了。你、欸、抱他？不行啦，对面加我呢。我、哦、怕什么？万能是前面把 A 死掉。我没有买这个。我想等他特价、啊，他777，有点贵。年龄好大哦。他选康特，年龄就很大。他选康特，我的角色没有，我看他出现。
看他选塔莉亚，摩根娜已经打下了。ニッコニコニー、あなたのハトにニッコニコニー、笑顔を届ける矢沢ニコニコ。あ、ダメダメダメ、ニコニはみんなのもの。拿小叉卖萌下酒。可以可以，谢谢30块。你惨了啦，夜曲又来找你了。他就带了摩根娜的盾冲进来，那就完蛋了。天啦，对啊，上六之前就把肖洛打爆。算，现在要带征服者哦，算。这场打完就可以知道跟台主哪一个人比较厉害了。想太多了吧，这废物蝎子。那个废物凯特琳，你这废物蝎子，我比你有用太多，好不好？蝎子还可以拉人嘞，凯特琳只能往后跑。是低能儿吗？不管怎样，强的都是台主，这样我们才有台可以看。傻小，蜥姐姐是不是？台大优质友善玩家。你敢？你整天就只会讲那种话。不管是赢还是不管是大赢还是输，都说台主错，没有别的话了。你是不是想要引起人家注意啊？火人，火人打谁？塔莉亚。我是对面，我一定也是干死下路。不对，我觉得上路也很有可能，因为上路狗头太容易被打死。都你在嘞，随便啦，随便你怎么讲。富贵险中求，这求不太一样吧？真的要抢二看看的，除非他二级，除非他二级就点盾。通常二级会点盾。通常是一级点 Q， 二级点盾，不一定啊。你看今天那個摩根娜，他帮打的时候，他是直接点那个、欸，他点湖水。他要嘛，他二级也是点盾才对啊，啊他根本不会玩，好不好 ？Sure you can handle me, Summoner。我等一下要看了、啊。抢二级的时候，我通常我不会点一啦，因为一的话就一级一定要打。我干，这样也中，我长得太胖了。Not a problem。被 Q 到了，一定是你的问题，是雷欧娜的问题。雷欧娜好肥哦，太胖了。雷欧娜有 nice body， 一定是你让她胖了。Step two。干，哎，大大，干嘛 ？Q 啦，不插眼的。夜曲在上面全面入侵呢。Don't get cocky。哇嘞嘞，血掉太多了，而且我点一了，因为刚为了要打一个一。让他 set
敢来上单。啊靠！为什么要省重啊？我天哪！重疾呢？You got dangerous eyes. I like that. 干！妖狐强二，他们这波不能打了。还有红。你干嘛去接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！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怪怪的、欸。刚刚突然又顿了一下。应该是都开太久了吧？我等一下要重开了，我音乐已经卡住了。让兵进来了，你的位置很差哦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会一直被点。让兵进来就好。为什么啊？没有看到我画面停住吧？当然没看到啊。等下把画面有开始，我就先都关了好了。等下回家的时候，不是那感觉就是感觉瞬间断线哎、欸。Step two。盖害死了。啊？被这盖害死了。他叫了二级耶、欸。You've got dangerous eyes. I like that. Eh.不要理他。先当队长输了，妈的嘞！他打灯给他看，他这边。No prey, no pay. 来了。他一直点，一直点欸。因为我们都被点残了。Set sail。你要多少魔可以用？多他。我不知道问题啊，因为我知道你还有魔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过去了，不要过去了，被 Q 到会死。他最好我在冰后面 Q 到我啊，外挂、哦。还有150的魔，150的魔是可以飞进来的。Sure you can handle me, summoner.我一定点凯旋啊！把希望交给狗头，决定。不要做梦了！现在要打到后期的狗头太难了。You've got dangerous eyes.
刚刘娜不出去，这波可以推了。啊，出去我就没办法，对，一定要让。干嘛？中路会盖墙，我知道了。穿透密是不是有几号？哎、欸欸，后退一点，后退点。你刚好没靠塔利亚吗？有啊。哦，哎，太多人了。干！妈，队友在干嘛？大家怎么？是喷回来了，Don't get cocky。Not a problem. I know what I'm doing.不是刚才四吗？现在就六了。因为那个他现在打野那个经验值是你要到大概一定的时间，他是让你一开始升六级的时候很慢。我都没赚到。中路不见的时候，你都要注意一下。来了。跟你说，也不是看影不帮，是他打从一开始就，你有看到那他的重，他的那个红，大红被 Q 走吧？他自己不下重击。不知道，我觉得还好吧，他这个样子算正常。
这样子样子算正的。就盖影，我都盖影，他前期这样算还好，他已经被偷一个那个 buff 了，他等你有拉起来就不错了。不是重点，就是他不应该，他一开始偷中，那个神中好不好？哦、我有不见，我说应该他是死。刚好被刮到，太囧了吧！地窖，他地窖平行，我开眼了。中路不见了。帮中路收两颗了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干！有死！哎哎哎！看死了。我没有魔啦，那你干嘛一直追他？因为我在回魔啊。干嘛一直追他？我真的不懂。你已经这样，你已经在塔下这样死三次了吧？像差不多，三次都死这种样子。哎、欸，被拍蒙哥那反野。你不要这样脑冲好不好？
想说他逃不掉啊，他遇到我他逃不掉啊，所以他就想说干脆换掉一个，可是殊不知他换不到。夜群开大换。干。金人出了，还没用过。金人出了还没用过，金人不管怎样又没差。Sure you can handle me, Summoner。嗯，对我有差，拉出去的时候被金人麻烦。还没用过，他刚买当然还没用过啊。他有没有用过是怎样？确定他刚好没用啊，因为我刚中路遇过他两次。单杀这个。真的带了魔盾进来，大我就不说了。那个大只能预判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也没有啊，那个被他关了这个样子的，线都被逼到这边来了。效应。Not a problem。日王盖的人都有莫名的坚持，他就注定一定只杀魔盖的人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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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哇，你干嘛跑去下路啦、啊？刚才那个被遇到啊！再见了，再见。我靠！先退，先退，那点血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。哇，怎么这样子？我想到他打我、欸，哎，因为我刚血那么少。他干嘛打你呀、啊？太快了吧！对，后面后面。走。没晕到，再见。Q 啊，干！干，他超没用的啦。不是他 Q， 他 Q 距离哪有那么短啊？都在他面前了。超没用狗头，废物欸、啊啊、他的 Q 哪那么短啊，没有了，他刚是这样全被放风筝放到尾，不是这太智障了吧，他的 Q 哪那么短，他 Q 很长哦。可能就是卡住了 ，Q 不下去嘛。I know what I'm doing。猴子当然了、啊，他那个很近，好不好干？感觉就是没点下去。Not a problem.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You've got dangerous eyes. I like that. 他刚刚有大没开。被杀掉了。他要哎、欸，你知道他杀那只炮车，他也没开 Q， 到底装他小？白痴。
下路。金券丢出来，石头跟陨石一样，跟可爱的石头一样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可爱的石头还会讲垃圾话。它跟可爱的石头不一样。神啊，这个他打我也太痛了吧。I know what I'm doing.差一点点啊！啊，Step two， 你把断剑卖掉。Don't get cocky.Sure you can handle me?
哎干，靠背哦，干还要死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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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许打我才痛吧，妈的！他现在死亡时间比大夜雪大绝还要久吗？但又钝，妈的！被包了，被包了，干！闪现走了，问号！上路，上路！上路银牌一干，赢这一场就精武了，操！为什么队友可以这么的悲戚？你不是说输赢二赢三吗？赢一不错，哇，赢一不错，还对我的羞辱。知道你断线啊，因为我影分没有很低啊，因为我分没有很低啊，输了。垃圾。
队友感。人生，加强小醋蟹追随，对啊 ，Yeah, of course, gold。最低层的铜牌应该是人最多的地方，最多人却落在银牌。然后我是巅峰，必须要往下走。嫩，你预测到你在那边。靠腰。哎，玩错了。我的谁都够的，我的，他一直说我以前是金牌吗？那你个头，好像断线哦。我是说你赢了嫩啊，你在那边。把我的关掉好不？关声音好不？关了啦，因为刚是因为没有那个麦克风。唉，没有，光要打一个阶级就其实还蛮难办的。哈哈，没有，到时再说。刚刚那个一直被压在家里打齁，其实有画到头，我就觉得已经可以了。哎，妈，不然我说实在，那个夜曲已经肥到，我就想说为什么他都不飞，他都不飞 AD， 因为他一飞你，我觉得你应该直接秒。千秋应该睡觉了啦。哎，看废物朋友上线了。你是说你那个中路？对啊，不要上啊！我已经放弃上班了。你去放弃上班？马甲很多，怕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你不是说女朋友在？你不是说你室友在睡觉？干最骗呢、欸？他说不能讲话。哦，对。干就拆一本道哦。雷包受不了。一本道哪来的？不然找一个破来。他应该去睡觉了啦。他说他这个千秋说他这个礼拜都放假。有金牌喝比较重要，好哦。最会喝哎、欸！我早上八点上班啊，现在是。金秋说早上八点上班了。一起玩咪，你要补我们 support 的位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团练。你的 ID 给我啊！我早上八，昨天六点睡到现在，还好没有睡很久。好，那哦，我想想。那我要练吗？还是我们就组一个正常的组合？就是